何燕达。哎呀，厉害，没礼貌吧？红血，红血小板，红血小。会不会吵架？妈，你会不会吵架？妈，光光现在在哪里？时间几点的啊？妈的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阿斯曼联 Rainbow Station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太吵了，今天晚上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干嘛找他来呢？黄牌哦，带下退场了。既然这样叫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次呢，我们新的班底是我们的蔡冠松头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蔡冠松头，听说参加这次的节目很紧张哈。哦，确实，你很紧张吧？紧张，所以你刚发不出来，还好吗？声音发不出来了。下午彩排的时候，他可是完全没有尖叫，就整个脸这样。不要说出来好不好？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人，站在舞台上面这样。对，后来还有在讨论发型的问题。刚才我上台之前，然后欧阳就看着我头发说：“哇，菜头，你的头发好失败哦。”对，开始四五个前辈在帮我抓头发，然后抓成这样子。所以你好看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觉得菜头这头发 OK， 给个掌声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可以，太好，太好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菜头一半而已，一半而已。哎，他们就只是一群好人而已，好温和的观众。但是冠冠的头发。还是大家抓了吧。哦，对对啊，那冠冠的头发觉得 OK， 给掌声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撇除五官的话再问一次好不好？走走走走，发型哦，发型，反正撇除五官的话，来阿达的发型抓得很好了，来。哇哇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人帮他抓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后面定型这样子，不要定型了啦，根本不需要，好不好？平常是这样子啊。怎么说介绍哈姆啊？对啊，漂亮，对啊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是我们平常都这样子的吗？我们一定要在这里。拜在。哈姆就是一个忍者的存在，真的。他每次 Playboy Station 他都会在，对。然后大家就会突然发现，哎，原来哈姆在。而且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吗？他不讲话就算了，呼吸真的好大。在我旁边不讲话，哪一直哎，你这霸凌其他同学的感觉。紧张哦，蔡总不要呼吸啊，这种感觉。这就是国中生的霸凌而已。我是国中生，呼吸好大声哦，好吵哦，呼吸大声，不要呼吸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位就是我们常年的隐藏班底，哈姆，还是一种很微妙的尴尬感存在的。今天我们有很多段节目呢，哦，没错，我们有四段节目，四段，对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哈。好，首先就进行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，第一个环节是 emotional punch， emo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好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基本它有点类似比手画脚游戏，但是我们是分组竞赛的，会分成两组。啊，我是主持人，我不参加竞赛。嗯，但是它跟比手画脚有点不太一样。为什么叫 emotional punch 呢？就是我要用情绪传达对这个词汇它的情感。然后那一个人，其中一个人要猜，也就三个人一组，两个人讲，一个人猜。然后我们限时两分钟，看一组可以答对几题。哎呀，提速最多的赢嘛，提速最多的赢。然后每一组会有两轮的机会。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等一下稍微换场一下，我们节目即将开始，请大家稍等一会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组的挑战。好，我们分组是分成康康队 ，OK， 以及太田队。好，那你们先进行挑战，那请三位观战的人先入座，好了。了解了，我们可以坐着，是不是？坐着，爽。我们先公布，我们今天第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情绪。呛虾，最会的，你最会的，我最会的，我是黑道，真的，真的是哦，其实假的，乱 Q 我，哎，冠冠，你要小心哦，说不定下面真的有黑道哦，来啊，哇，哎，揍他，白色揍他，揍他，各位大哥哈，如果知道，等下出去揍他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好，等下是呛虾，顺便要对那个答案的物件呛虾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准备好了 ，Ready， start 喽。哎，白痴哦，这样子我就不能让你怀孕了啦！保险套，
给我！等下！哇，很厉害！第二个，没有，我要耽误他们的下家，下家，白色，你太贱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是你啊？不是，为什么你上下要分成两种颜色啊？上下分两种颜色，哦，太贱了吧？一样。为什么你那么 Q 啊？哇滴！好弱！拽个屁呀！拽个屁！你太拽拽了！你们太弱了吧？太弱了吧？哎，为什么你上面的那个颜色那么多，下面的颜色那么少啊？哦，对啊，哎，爽赢了啦！要用一个颜色，不要用两个颜色。要不要放弃？要不要放弃？放弃！快！太弱了！太弱了啦！哎，你真的没有用的东西啊！哎，哎，为什么？菜头，完了，菜头，你每天都在滑 Tinder。OK， 没错。哇，下一个，来。拜托，拜托。哎，跟哈姆也没差多少吧？哎，为什么你在那个地上一直滚来滚去啊？对啊，你凭什么把我地板弄干净啊？啊！对啊，继续。为什么你清洁完之后会自己回去原位啊？对啊，你只是它功能而已吧？你有橡胶吗？橡胶，圆形的，这么好像的，谁叫你形容的？好烂哦！哎，地糖，为什么扫地这么干净啊？干净，洗衣机。洗衣机，洗衣机，哎，想取代我们人类啊？五秒，取代我们人类是不是啊？哎，扫得比我妈扫得还干净啊！时间到，等一下，太烂了吧你们？两题而已，哎，你们还是叫哈姆队好了。好，那换下一组好不好 ？OK， 我看你们，我来猜吧，比较好。你要先猜吗？第一个，猜陈露，了解。可你的发型哪有差？好。哦，准备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好，不一样，安慰，安慰啊，对，要安慰这个东西。哎 ，Mickey 长，不知道什么是安慰，我知道。你解释一下 ，Mickey 长，解释一下 ，Mickey 长，不紧张，没事，这个就是安慰。你中文很好，谢，这是谎言，谎言，说谎了吧？说谎了吧？说谎了吧？好了，来安慰 ，Ready， start。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跟你说，你跟你讲，赤兔马死掉了，你吕布，我哎，那不是，我的我操，那哦，你的胡子很长哦，然后哦，你要小心，你那个刀很扫地机器人，错，哎，你没事没事，你那么帅哦，你一定有自信啊，那个啊，孔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桃园三结义哦，刘备。关羽、张飞，对，啊，有中吧？关中吗？关羽，哦，对，啊，快，下一个，哎，你那个安慰他，快啊！你每天哦被放在那个皮夹里面哦，很紧哦，很不舒服哦，很少被拿出来用了吧？你对啊，捷运进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辛苦了。哎，音调，音调，你进捷运门口的时候，只会这样哔一声。哦，了解，哎，有勇敢，有勇敢。还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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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。来，接下来，哎，你的形状是那个很帅哦，可是那个有时候那个受伤别人，所以那个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让别人受伤，让别人受伤啊！你很棒，要有自信。你们在讲什么？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到哦，我知道 ，Win， 强天要先，谁叫你们演小短剧了？啊，我知道，走啊 ，Pass。快，好，下一个。哎呀，张飞，张飞，我跟你说了啊，你每天哦被男生这样子用哈，我知道，有时候你一用我飞机杯，不要，不要，14秒，哎，你一二哦，哦，有时候很热，有时候很冷，会不会很不舒服啊？又热又冷，又热又冷，冷气跟暖气，很多人裸体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人裸体，然后旁边的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好，有，好强哦！四题，最后猜出三问了。哎 ，pass 那题算吧 ，pass。哎，张飞那题是错的啊！你们刚刚那个答案不是 pass 好不好？你知道什么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个 V， 然后哎，抢劫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你说你很好，然后什么？我砍你！给你5秒，我再给你5秒。好 ，V， 哎，杀人犯、抢劫犯，不是店员，刀子，脖子刀，后颈刀，喷血动脉刀，
我知道不应该打你，但你比较近。你们三个是一个团队。菜刀比成这样，谁会知道是菜刀啦？高丽菜什么都好啊。对，他可以切高丽菜。废话。对呀，没想到哎，他叫做菜刀啊。好了，哎，我们赢了嘛，谢谢谢谢。没没没，你们只有四题而已哦。他们几题？啊，他们刚刚吗？对啊。刚三题。我们也四题吧。屁呀！刚刚的有安慰的感觉吗？有啊有啊，你们犯规，你们犯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么生气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不需要环节，我们就跳过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进行第二轮挑战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惊讶哦，哎，很简单。哇哦，你要对这东西，哇哦，对啊，这很简单嘛。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的。好，惊讶哈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Ready， Start。哇哦，哇哦，对啊，哇哦，哇哦，好难哦。怎么会是紫色的？紫色的，紫色又可以吃，是怎样啊？惊讶呢？哇塞，你比姐夫还好用哎！哇哦。他绝对听不懂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pass pa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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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s厉害耶！下一个，哇，这好难哦！哇塞，哇，怎么解析比较好呢？这样的啊，那个看起来很健康呢，健康不到，没有，看那个题目是字哦，字哦，是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哇塞，哇塞，那么舒服吗？看起来很爽的样子，哦，哇塞！你们要不要快点 pass 啊？要跳过吗？ pa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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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s， 下一个，哇塞！哇，我全部拔掉，我全部拔掉，我拔掉就没有了。听不懂啊！哇哦，没有没有的时候比较好看呢，哇哦，没有灵魂啊你们？没有，就好，这是白虎的另外一种吧？太不会啊！你也听不懂，你要 pass 吗？应该 pass 吗？时间到了，哇哦，女生有这个好结束了 ，pass。我们哎呀，我们需要教练，我们这个队需要教练，我们需要安西教练。等一下，一题，一题，我觉得你们输定了，太难了吧？你们加起来好像也只有四题而已。这刚刚的那个女生没有的东西是什么？一毛，一毛哎，有吧？我也没有。好，算了啦，你们一起好，你们先去坐好，好不好？去旁边看。哎，他们总共几分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一定很少分，所以你们好好表现一下，不要懈怠哈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就是要懈怠啦。哦，真的，我要乱搞了。最后一个环节呢，我觉得你们不满足胜利条件，你们至少满足观众。来，我们看我最后一个情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不好好做的话，观众会不满足的哦，好吗？哎，明子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知道 ，Dirty Dog， 我讲讲讲 ，Dirty Dog， 讲，你的对象是谁啊？啊，对象，哎，谁啊？谁啊？大家，原来如此啊！好，所以 Dirty Dog 好好讲哦 ，Ready， Start 喽 ，Dirty Dog， 快，对啊 ，Dirty Dog， 啊，你很色哦，哇，你自制的哦，拜托，哎，你里面很多水吧？哦。好大饼，错，你都是喜欢在很干的地方开档。饮水机，饮水机，哎呀，你在床上很骚哦。他有在床上跟我讲啊。题目啊，不要无视他。哦，那个尖尖的，好多刺刺的东西，这样人家让好舒服。哦，你在马里奥里面，你很喜欢刺人家哦。嗯，有吗？有这东西吗？没有吧。pass pa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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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s， 这个也 pass。红豆你。快，陈立聪，陈彦达，错。哎，哇，哦，你真的啊？啊，赶快叫陈立聪，快！你很想要捅我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讲你捅不到的，因为我很独立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捅我啦。习近平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哎，陈立聪，你啊。死掉了吗？怎么样？哎哎哎，爬起来，爬起来，我跟你来一发。起来了，
哦，草地里面我们一起啊睡觉好不好？哎，哇，好恐怖！他的中文你听不懂，你不要听三木的，听他的，听他的，快你。你很多个嘛、啊、不会啊，你们两个完全不会 dirty talk 吧、啊、你们有对象过吗？你们卡哇伊呢？剩十六十五秒了，十五秒了，十五秒了、哎、再来哎、欸、怎么样 pass 怎么样啊？太近了吧，快剩九秒，下一个没关系，还是赢啦。啊，下一集再来、啊、pass pass 三二啊哎哎哎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我给你个机会。刚刚这是什么？第十二。是什么？给我个答案，给我个答案。狗。哎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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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狗什么什么？啊，狗什么什么？嗯。狗什么什么二，日本的，日本的，日本人的，很大很大很大的，日本人的很大的，很黑，流浪狗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，我欺负了他的智力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也是一个而已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看总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总，来，我们看最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太弱了吧，那你吐槽自己啊，干嘛对我说的感觉？然后在这环节的最后呢，我要惩罚一下失败人哈，有惩罚，有惩罚。为什么有惩罚？刚刚怎么讲陈彦达？怎么讲陈彦达？怎么讲陈彦达的哈？我没讲，没讲，我也没讲。你们赢了，我还是会打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你们讲这个。好，我们这环节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准备好，我们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我是 Number One。哦、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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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 no, 你虽然很短。E-talk 啊，直接进广安曲了吗？ E-talk 又录完上传 Spotify。 你反应很快，突然打我一下，好令人生气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排名的环节，那这个主持人呢，我们就不是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要排名嘛，我们就交给年轻人了。好，我们交给我们蔡冠双龙还有哈姆。OK， 好的，那这个单元呢，总共有三个题目，那就是各位观众入场前都扫 QR code 嘛，没错，然后填表单嘛，帮我们投票了。所以接下来这个单元呢，我们就来进行排名。嗯哼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四位非常爱戴的前辈们。对，这边绝对不能卡住，好好讲，好好讲吧。我们要看你们四个自己预测排名会怎么排名。对，看你们那个大叔厮杀的样子。对，所以说观众排名跟我们自己预测的有什么落差的感觉？对对对，有可能不会有落差，对不对？有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题目。第一个题，等等。谁最适合当和事佬？哎呀，谁最适合当和事佬？李长，和事佬，是有知道啊？和事佬是那个很温柔的那个，他们吵架的时候，妈妈妈妈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对，答对了，真的不错。哇，还好，光这个动作就不适合当和事佬，这么厉害呀？这就引起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条图。好，哦，三号图是什么？那个分布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有一个人被票选了47.7%，有人是23.8%，王在直销一样，17.4%，11%，没错，11%人是大家认为他脾气有多差，嗯，对，现在只有11%而已，这个人很懒趴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是阿姆的笑话吧？你怎么？好了，然后47.7%很高哎，对，50%哎，最适合当和事佬人，一棒。现场很明确的，就是有一个人非常适合当和事佬，我爸，不是吧？可是我嚣张，你有听到他的笑声了？对，可是我们装傻是比较适合，我们装傻温和吧？对对对，没错，你们来气而已啊，我们不太会伤害别人，我们都伤害我们自己啊。是，没有，你们都负责伤害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会骂你们啊。所以你们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了，不要吵架，不要，没错没错，不要，好令人生气，和事佬。我也觉得阿大上是第四名啊。哦，不会吧？很熟哎，超级熟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，我也觉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等下看大家。你同意第四名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善让你们。你看看这个态度，你看我善让你们。生脾气好差哦。哎呀，真的脾气很差。对啊，我只是演的脾气很差。对啊。哦。没有，来你们排名，你们排名。好，我第一名吧。你看一下大家的头像。我一个人而已，笑点。你刚推我去死啊！你怎么可能第一个？
那看一场你先排一下嘛，你先排。对啦，我还是觉得是我好，但你想要第一名是不是？那我第一名。好，你第一名。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适合是何事佬？你有曾经劝架过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有啊，每次什么时候？常务跟老婆每次吵架是妈妈妈妈。可是他们吵架是因为你吧？不是，你小三还怪我。好，那三木呢？你觉得是你是什么？我也觉得我是第一名，或者是第二名，或者是第三名。哪一个话吗？哪一个啊？你只是把第四名留给达哥而已。对啊。好，就是比我好而已。好，我觉得日本人有一个可能性啊，因为大家觉得他们讲话起来比较可爱，可爱，有一点听不懂，听不懂，所以觉得温柔。听不懂。哦，你听懂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人绝对是最后一名了。哎，为什么引起争端的就是这个人嘛？好啊，我们直接看看第一名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第一名。是谁呢？等等啊！怎么可能？假的！啊的！哇！真的！你们都被骗了！啊的！怎么可能？对啊！哇！你怎么劝架的？啊！我强力压制啊！强力压制啊！摔跤啊！他好不好？不起这个喉管，没办法吵架啦。因为我们第一名是达哥了嘛。我好惊讶哦！我好惊讶。什么都不知道哎。现在达哥不是第一名吧？不要讲了，我私底下好像真的很恐怖，要吗？我觉得他怎么样，二三名可以，第一名你们可以争取后面名次没有关系啦。这样会合适。好，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恼羞。我在前面看你们，好吗？知道这个社会选错人就是这么惨，知道吗？大家小心投票的时候哈。我先坐在我王座上面，好，你们。好低，讨人厌，王座好低哦。第二个，第二名是谁呢？等等。OK， 为什么吐槽对方？为什么？刚刚推我去最后一名，就你。啊，等一下了，你们看什么东西啊？对，太搞错了。对，因为是那个表演中的我们，是不是我们？哦，何志老，何志老，何志老是谁？好，现在拉票来不及哦。你们两个自己决定谁是第三，谁第四，好不好？谁最后一名啦？说实在，我这样目前这种风向看下来，我会觉得我真的可能最后一名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 Miki 桑再怎么样都还是比我温和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我平常经营的一些反社会的人设，经营吗？经营吗？经营吗？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辛苦的为难自己，却那么成功的，我他妈怎么把人都会啊这样啦？好悲，好悲，好啦。爆米花，爆米花拿过来啦！拉拉拉拉拉，都拉都拉！现在是什么摔跤场吗？好，我们直接看看康哥是不是最后一名，好不好？好，康哥最后一名吗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不对吧？好可悲哦！ Yes. 其实真的很合理。哎，我说实在，我没有想到真的有观众投票之后这么受伤哎！我没有想到这么受伤哎！尤其是你前面还在，但我觉得还好哎，还好。废话，我觉得还好。观众其实是对的，嗯。访问一下观众，先讲，还是我觉得阿贾成不是第一名。好，其实我们有验证环节，对，我们来访问现场的观众啊，访问现场的观众，对。待会呢，我来问一下大家，投第一名投阿达的人呢，帮我举个手，然后我问你理由是什么。来，三二一，投阿达的人举手。有种说出来哦。哎，其实没有那么多。那没投阿达的举手。你们作票吧。好，投阿达的举手。大家就是有时候不想举手，你要知道这件事。好，再一次投阿达举手。好，那我想问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投那个达哥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何事佬。那看起来很适合劝架。我就不一定。我再问一个，你有被他劝过架吗？请问，这位观众，你讲话要平等思量。好了，可以，大哥。好，大家不要吵嘛。没事。他现在在劝架，他现在在劝架。对啊。来，如果大家要吵架的话，135到龙山寺站找我，好不好？我会在龙山寺站的3号出口为大家劝架。好，请大家全面集合。好啊，特别约全面吵。其他人都不满意这个排名嘛？对。那我们现在会进入到一个小挑战的环节。OK。我们要验证观众投票是不是对的。没错。对啊，要吧。我们要示范一下你们劝架的能力嘛。啊哈。所以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即兴扮演的环节。没问题。接下来要请菜头跟哈姆来到中间。我们会认真的吵一场架给你们。对，认真的哦。你们不吵得很凶的话，我们没有劝架的。你们会吵得很凶吧？看屁呀！还没开始啊？开始了吗？没开始啊。主题都还没丢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好。那你们随时可以加入哦。OK， 好。那菜头，你演的是老婆，哈姆的老婆。我是你老婆。对，然后你外遇了。
我外遇了。你嫌弃他的那方面，哦，那蛮有可能的。好，为什么？越来越详细了。三二一 ，start 喽！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先吵架？啊、我做了什么吗？晚餐呢？你不要碰我，我还没碰啊。我碰了吗？我离你这么远，我碰你了吗？但你打算要碰我了。但我的晚餐呢？晚餐？我这么辛苦回来。哦，我养了一只狗狗啊，我要喂它吃晚餐啊。然后呢？什么然后呢？啊，老公要好了好了吧。好了，你谁啊？听我说一句。你是谁啊？你们两位。要吵架回家吵，这边是龙山寺的三号出口。啊、是的，不是，好了，回家吧。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这跟劝架无关吧？这跟劝架无关吧 ？No 不行不行不行！在在在，正常。哎哎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好，可以了哈，可以了，来，那接下来我让给别人。下一个场景，下一个场景，菜头，你是小偷，我小偷，然后你到他家偷东西，然后你生气的点是因为他家太穷了啊，没有东西偷，好烂好烂，我才不想要劝这种架嘞，妈的，来喽，三二一 ，start 喽，存折300块，我靠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什么烂家庭啊，好，观察太久了，哎，你谁啊？小偷。还来啊，把我的钱还来啊！哇，我有偷吗？我真的有偷到东西吗？你看我刚才袋子里面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那你刚拿了啊？有人帅啊！这你也劝得下去啊？有人帅啊！这个是我的存折啊！你的？这个不是劝架吧？啊、哦，好哀伤哦！有到一块。不好的事情都吞到自己这边来，了解。穷的是我，坏的是我，哦、也不错，蛮好的。下一个场景，嗯，哈姆，你来买饮料，好。然后你是贩卖机，然后你吃了他的钱，太难了。所以你就会对他拳打脚踢，好，还我钱呐、啊，这种感觉。来，三位 star 喽。哎，口渴，喝个饮料好了。哎，可乐好了。头哪里？哎，可尔必斯，烂东西，烂东西！等一下，我要喝可乐，你给我可尔必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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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吧？你也太乖了吧你！他是买茶、欸，你是带外送茶吧？演完了啦！呀，哈姆，你有必要真的踢吗？你两下都超大力。而且刚刚你转头的时候，灵异现象发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贩卖机是这样。太绝了！不然我到底在演什么？好空虚哦。贩卖机想说，我什么都还没有讲，就被圈架了。对啊。好，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场景，哎、哦，菜头你就演菜头，哈姆也就是哈姆。OK， 我们为了我吵架，像平常那样。OK 吗？像平常那样。罐罐，这很合理了。对，三二一 ，start 喽！看屁啊，胖子！好啊，等等，不是为了罐罐吗？等一下，不能看吗？哇，怎么样？犯法了吗？确实是没有了，但我们最近啊，慢慢的有些观众来看，会不会吵架？妈，你会不会吵架？啊，罐罐现在在哪里？时间几点的啦？妈的，现在吵什么？现在吵什么？一人一半吧。妈的，你谁呀？对啊，现在谁呀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！你现在几点的啦？找什么？现在是那个8:38。我不是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哎，够了，够了啊！哦，我已经看出来谁是第一名。哦，好，交给你，请就位，交给你了。哎，透过刚刚的练习，我刚刚有认真吧？你有认真，对，嗯。那我们的第一名是谁呢 ？OK。对 ，Miki San， 没事吧？他就是我们的和事佬，没事嘛？理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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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Miki San帮我劝架。我没有，我哪有？我对你，我没有吵架，我没有吵架，不用吵架，不用吵架。你刚刚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吧？这是其中的题目，好不好？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机会了，后面还有。为什么？Miki San？ 你别逼我，大哥！太凶了，有很多题目。难怪大家觉得你最后一名啊！我是身高的关系。那我们第二题是什么呢？等等，谁最能吃苦耐劳？啊，确实确实。哎哎，这个。你第四名，第四名，第四名，
我吃多少苦，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，好，第四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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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要去，我们绝对不可能，我是第四名，康康一发就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第四吧，第四，长得方便了，八个，第四，第四，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长得最苦命的人，就不是那个最苦命的，懂吗？有没有这感觉？可是你是苦瓜脸啊。对啊，所以因为你长得最苦命，但你就不是苦命那一个、啊。好，我最后一个是不是？对，我不信啊！好，我真的不信。好，我站最后。他们刚刚在后面都这样子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分布图好不好？看一下数据了。等等，44%，32.1%，12.8%，11%，几乎一样哎。不认识，对，11%好像是11%、欸，你们是选跟我最像的数字吗？你们的选择标准是什麼？我们要赌一下刚刚那个顺序再一次吗？因为大家所有都是这样子，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蛮有趣的哦，有可能哦，说不定哦，说不定哦，同样顺序是不是？那刚刚是我太田上。三木跟康康吗、欸？不是啊，那个不是你第一名啊。对啊，你不信啊？对，他们两个没有听你刚刚说什么。我第一名吧。哦，你第一名是不是最能吃苦耐劳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毕竟他们从日本过来的、啊。哦，对，他们从日本来台湾的、欸。所以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这样。第三不是日本过来的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第四这样。没关系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不会是啊，相信我。没关系，我只要不是第四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好 ，OK， 我确定是这样哈。确定确定。接下来看第一名是谁？等等。阿达，又来了，阿达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好厉害，是一个环节哦，恶这个环节会揭露很多黑暗面，我跟你讲，我超不爽，不用拜票，不用拜票，好不好？哎，大，你们是照身高排的吗？不是要你们照身高哦，照身高，像 WiFi 一样。大家知道我这一生有多少是拿不到柜子上面的东西？那跟吃苦耐劳无关吧？这样子，你为什么要花钱买那么高的柜子？你买低一点柜子不行吗？我也有置物的需求啊，对不对？来看第二名是谁好不好？等等，一样，你们真的认真是吗？作假！不要直接投票我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开始觉得大家是没有认真想了、啊，真的。这个呢，我抗议，可以可不可以？好，你抗议那里有。因为我的中文是那个比他更烂，所以那个我说中文的时候是我常常七个，你听得懂吗？算了，没关系。算了，没关系。不要，不要啊！白痴啊！好了，但是我懂 Vicky 上的意思，他是说他中文比较不好，是在整个环境里面，你讲话的时候就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哪里不对啊？你太没礼貌了吧？应该是对的，听起来是对的啊。我还不够苦吗？我现在，你们现在要快点上线，重新调一下顺序啊！以后没有人会帮你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问一句，你们要不要换？你们两个啦，要不要换？没关系，我觉得就维持原样，我就看看我们今天的观众，我消音，我脏话了，我今天的观众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要来了，最后名是康哥吗？对对，好可怜，谢谢，来，没有投我的举个手好吗？很有种，还敢举啊！大家是不畏强权呢、欸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根性啊。是啊，啊，都是。怎么可能？自豪。好了，那我们一样来问一下观众理由好了。是的。那投阿达的人帮我举个手，投达哥的人。你们只是觉得他会拿中物而已。OK， 那好，那我给这边的观众，我问一下。这个要认真问，我问一下这位先生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达哥最能吃苦耐劳呢？头发比较少，感觉比较辛苦。我最后一名 ，OK， 我最后一名啦。OK， 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超不能吃苦的，拜托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有没有？听起来看一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忍下来了，好不容易能够吃苦，果然能够吃苦，我吞下来了，吞下来是不是？对，我刚把鼻涕和眼泪都往肚子里面吞了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验证一下，验证环节，那怎么验证呢？是。吃苦耐劳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来吃苦瓜。这也太综艺节目了，你要带这个有关系吗？一定的时间内看谁吃的最多最快啊？谁最能吃苦啦？太直接了吧？你对，吃苦耐劳就吃苦就这个意思啊？大家就是这样想。耐劳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没有啦，中文很难念。洗过哈啊。
没有。煮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生的，生的可以吃吗？生的是可以吃吗？这咔嚓咔嚓的。对，生的是最苦的吧？辛苦瓜才可以吃吧？这真的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他们吃了就知道可不可以吃了。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啊。对，试试看嘛。所以要怎样？龙式的感觉，对对对。来，他们解释一下。好，两位限时十五秒内，看谁吃的最多，谁就是最能吃苦的人。OK。好了，好了。你很快哦。对啊，你很快哦。要吞下去，对不对？要吞，要吞，要吞，吞下去吗？吞下去。十五秒以内，谁叫你放嘴巴？绝对，对，绝对，当然绝对。这不十五秒以内，有这么难吗？大家只是在拖延吃这东西的时间而已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OK。哎 ，Start。哇哇哇哇哇哇哇 ！Mickey 上，哎 ，Mickey 上 ，Mickey 上，哎，五，哎，叫什么呢？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Sugar， 好，哎，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剩很多哦。对啊，我再给你三十秒吃掉。那你们可以说话，你们可以说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很难吃吗？欧大长，这个不是很甜吗？我牙套啊！刚刚是 Mickey 长吃最快，对不对？他在倒数十三秒的时候就吃完。哦哦哦！等一下，白痴！卫生问题好不好？哪来的星星啊？等一下。看一下，我跟阿德闪先生已经可以讲话哎，可以讲话，他们不行啊，对啊，这样吧，他们不行啊，你们只放嘴巴，你们这样犯规哎，啊，没有啊，仓鼠都这样吃东西，你不是仓鼠，你是人类啊，我要带着出去吃啊，外带。啊，那他们刚刚谁最快呢？汤姆，刚刚的话是康哥最快，哦，我们第一名是康哥，最吃苦耐劳的。如果我知道验证这个的话，我第一名就让给你了。一点都不想要生吃苦瓜。我跟你讲，我超讨厌生吃苦瓜，但我真的太不爽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配对的时候，我那个吃的方式是 wasabi 直接过舌头的方式吃。哦，完全不沾到那个苦味。好了，不然妈现在超苦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我觉得甜甜的蛮好吃的。嗯，啊，那要不要给你们血食的机会？我只是没办法吃那么快而已。但是我觉得它是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就是达哥看要不要血食一下，没有，等等，现在八点四七，我这边还有一点动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，不要不要，不用外带给我好不好？但我可以慢慢吃完，没有问题。马上进入第三题好不好？好，你就边吃边进第三题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丢掉，太暴力，下一题，来，谁最有魅力？这个节目现在才开始，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节目。谁管什么苦瓜？要的。我先说，我不会离开这个位置。为什么？大哥，我没有要离开这个位置。大哥，大哥，拜托你离开了。有几率的。对啊，没有人可以移动我。马步是不是？铁布衫的。来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分布图。哦。有人拿了将近一半的第六趴，六点四，我是第三个吧，我至少是第三个吧，十一，对，对，你刚刚六点四，六点四哦，我要是第四名的话，我会直接走出去哦，六点四，你当了两次第一名的，你给我闭嘴，这要抗议了吧？最重要的吧，六点四要抗议了吧？好，来来来，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，我们还是有时候节目要有一点讲实话。哦，是，好啊。我个人觉得，最后一名应该是你吧？真的？我吗？怎么说？就是。卡哥，卡哥，不要再互相伤害哦。不好意思，首先，你和阿达都是吐槽。嗯。但阿达中文比你好一点。对。可是他长得像老高啊。解说一下，解说一下，挖个坑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这一点。好，但是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让菜头来排名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待后，看待前辈们的。他比较客观一点点，对，比较客观一点点。他从旁人的角度观察，我们看一下菜头会怎么。等等，不要做票，不要拉票，不要拉票，不要。我等下塞你们苦瓜。菜头，你快速快速，相信你哦。菜头长，你是最常请我吃东西的人，对。但你是第四名。哎。
诚实，我觉得诚实，你怎么能改口？很公正，蔡头很公正。然后 okay, 认真讲，康哥是第一名。哎呀，真的，因为康哥声线很有魅力，然后又会音乐，对不对？会讲话，会讲话，同意同意，这就是懂得出人头地的人呐、啊。蔡头，你今天没有讲出我的好话，你就完蛋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罩你，我罩你。那达哥，你在第三吧。那说实在，你这样排哦，出来的不是的时候，最羞耻的还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还说要照我，我觉得这个你会第一名啦。认真讲，你这是第一名啦，真的。我觉得你们越是这样讲，观众就越恶意。我现在觉得很微妙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其实愿意当第二，我让 Mickey 想当第一好了。没有，没有这样子。Mickey 想一定是第二，你一定是第一的。没有，我觉得 Mickey 想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我觉得他第一。哪有？哪有？真的是康哥啦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。好，就先这样吗？就交给你。那他排的。对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真心。那你也是这样想的吧？我当然不是啊。在后台不是这样说的吧？我认真的怀疑是陈建达第一名。是吗？完全不一样嘞！我们不是把三个主题放在一起选好不好？前面的你觉得如何呢？你第几名呢？我觉得我吗？自己说。说真的，第三应该差不多啦。好了，换下第三你去我吧。那你第四，你们每一个人现在轮流讲一个自己的魅力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个就好。好，你的最大的优势啊。然后从太阳长先，从第四名先。最大的优势 ，OK， 一个吸引大家的地方。对，我的声音很好听，没有啊，我第四名啊，你敢说第四名？我的声音很好听，我的，对，什么叫声音好听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声音好听，达哥来，我的身高很有亲和力。不压迫大家，要不要重选了你们？你给上来。什么？蛮好的。有魅力嘛？讲话你。好，最后是机会哦，还要改吗？就是这样了吧？我觉得他需要吧。为什么不用讲自己的魅力？我第一名了，你要我怎样啊？没有，还没好不好？对，我现在是第一名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第一名啦。那你还是要讲一下你自己的魅力是什么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第一名啊。没有这种的吧？太任性了吧？我们现在看第一名是不是康哥？超拽，怎么变得嚣张了？第一名是谁呢？康哥，漂亮，真厉害。这个厉害，我回去吃五根苦瓜，我愿意，也不要，也不要，好不好？也不要，绝对是这样的，没错，绝对第一名，48.6哎，没错，48.6哎，48.6哎，开心哦。这一题最重要的不是第一名是谁，对，最后一名是谁？谁是6.4？48.6怎么样？48.6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赞，是不是？赞，谢谢。但是我也有点不开心，就剩下的那51点，你还贪呢？是啊，不，还好吧，够了吧？你很多票，够了吧？你最重要，你已经当选了，竟然又贪呢？那我们先把不重要的第二名看下去，好不好？不重要的第二名，来，第二名谁？阿德。阿德帅了，7跟6.4是差很大。大家认真看一下欧达长的表情，台里用好在哪里啊？拜托，我们都是日本人啊，对日本人不好啊。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不是日本不好，是你们不好而已。超坏的吧？你们镜头前面的彤彤，我跟你讲。觉得他不是这样的名字，好高哦！绝对第四名，耶啊！七啊啊！又看他，好，太强，要来公布了哦！好，最后一名到底是谁呢？大家，耶！太过分了吧！哇，好好笑！我没有，你不要一直挤过来，你过去好不好？你又在分线是不是？猜。6.4%，以后叫你6.4了。6.4，我没成精力。以后叫你太甜6.4。等一下，绝对不是这样吧？我是6.4，请多多指教。6.4真的很恐怖哎。访问一下吧，可是认真讲，其实这题我更想访问投太甜厂的人是谁。6.4%的观众帮我举手一下。对，问一下太甜厂魅力是什么？好，他的魅力。对，
台长的魅力是全部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所以全部啊，大家全部死泡沫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消掉了。说实在，有时候说"全部"这个字，就是不太知道要说什么。他讲不出一个点，但还是问他第一名的好不好？好了，第一名的，那第一名的投给我们康哥，康康的帮举手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那随便挑一个人。好 ，OK， 来来，那这位你可以反悔，你可以反悔。来，举手。为什么你投给康康呢？康哥，他唱歌，然后对，就是很有魅力。哦，好，你想怎样？我把他带走了。我很欣赏说话很诚恳、很诚恨的人，谢谢你。I can't check。OK。好了好了，太像政治人物的拉票了。好，来，那你的原因是什么？要忍一个，一个就够了。你们回家私聊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要有验证环节。哎，那这有验证环节，要验证。你们没有机会可以翻身吗？第一名有机会翻身哦。有机会，机会可以翻身。来，哈姆上道具，一定有。好，对，这是为太田厂设计的。特带带，这是什么？这边呢有很多这个计步器、uh-huh. 那计步器要干嘛呢？是男人最有魅力的就是下盘的动力，没错、哦、有没有道理？哈姆有道理，交给哈姆了。等一下是完全不文不对题吧？我讲话都结巴解决了。你说他有多厉害啊？有可能会变最后一名哦。所以是要放在下盘吗？没错，接下来你们四个就是未来的罗志祥。不对吧，大叔，四个大叔，我们要争取罗志祥二代目。 对， 对，没错，二代给你们了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你很想证明是不是啊？第三名跟第四名又好快、啊，都加上去哦，哦都要归零哦。哈姆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来确认一下哦，确认一下，先哦，可以吗？放在那个归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直在跑？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，大哥？为什么一直在跑啊，大哥？没有，我想塞成有魅力的状况、欸。哦，蛮好的啊。我这个皮带很粗了，我把它塞里面。哪里 ？Mickey 上。好，随便，你有魅力吧？随便拿，一袋而已啊。Mickey 上，这样子好吗？你有老婆跟小孩哎，没关系，而且是两个小孩哦。OK OK， 真的要测这个是不是？ OK， 对，待会呢会播一首歌，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看一下大家的计数器上面谁的数量最高。一首歌，对，十五秒，吓到了对不对？吓到了对不对？吓到了哈！播一个贝多芬交响曲，我都怕搞我。吓到了吗？在场的四位都是40岁人哎，是去麦当劳。一首歌没办法，五秒 OK， 准备好了吗？要跳，要跳舞是？对，来喽 ，Music Start。耶耶！四个平均超过30岁的 OG 上，走开！走开！好可悲的画面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为什么我要加入啊？那你们是奇行种吧？晋级的巨人的奇行种吗？停！停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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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？不要再偷动了！对，运动真的太少。来，大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。怎么了？变成钢铁人是怎样？看我脚，我脚好。哦，好，哈姆，我有感觉到那个计步器它不断的这个样，所以我应该，我觉得應該好，我感受得到。你竟然感受得到？对，我用很细微的振幅。好，好，来检查一下。我只感觉到我肚子一直在晃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哎，来，哈姆，哎，请帮前辈弄一下啊。OK， 好，帮他们弄一下。好，好，刚刚是弄出来了，69下。哇，69下。啊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还有魅力啊。达哥是48下，第二名48下，怎么可能？可以自己拿吗？哈姆就拿吧。米长是6下，大哥，大哥啊！我的肚子啊！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没关系，你小孩生完了，没关系，结束了。你不用再生小孩，两个够了，两够了。欧拉赏是61下，哦，退下了。OK OK， 好，这就是 Playboy Stadium 最有魅力的排名了。没错，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康哥啦，掌声！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想到我这个部分也会是第一名，也是，我也是狂哥，我还蛮惊讶的。对，内心跟外在都是。但是我不难过，因为刚刚的那个计步器的排名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六下太离谱了。对啊，压倒性的差距，这个。搞什么鬼啊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我是 Number One， 谢谢大家。我们稍微换场一下，进到我们下一个环节。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新闻虾虾虾。
好，回到现场，我们是 PBS 新闻台的新闻虾虾虾，很难得来到现场跟大家探究一些世界上难解之谜，以及社会上一些动态的现象。那我们请到三位时事评论者为我们评论今天的节目。好，首先是菜头，我是蔡成儒老师，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是冠冠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冠博士。好，最后是康康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瑞康。这三个时事评论者呢，各有自己不同的领域，有以及擅长的部分。我们先请我们的蔡老师，蔡老师可以先跟我们说，你们擅长什么样的领域呢？调酒。调酒哦，所以您是个 bartender？ 不是，不是个 bartender， 但是你很会调，是你个人的兴趣吗？没错，在家也很常会跟着节奏一起调酒，然后我同时也是个音乐人。是、所以我会边做 B-box 边调酒这样。哦，那可以请你为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的 B-box 跟调酒吗？不方便。好，我展示。好的，那下一位冠老师，认真看他的表演了。因为这是严肃节目，不想看到这么的有点轻浮的表演了，不好意思。抱歉。请问这冠博士，冠博士平常是专业什么样领域呢？为什么叫冠博士呢？动物研究。哦，动物研究，动物研究。您擅长是哪灵长类吗？还是昆虫呢？还是斗牛犬？专门研究斗牛犬。没错，它的手掌大小啊，然后那个小肉球之间有没有香香的这种感觉的。你就是个狗奴而已吧？没有，研究的，有的研究。是研究的。请问斗牛犬发出的声音的时候，大概是什么情绪呢？先不管什么情绪，总之先抱住它。哦。那如果它咬住你呢？还是抱住它。真的是很有爱呢，对，不愧是能够研究斗牛犬的人，冠博士。冠博士，是的。那最后一位就是没有什么称号的康康。是。何瑞康先生，请问你是在做什么样研究或是什么领域的专家吗？就是一些投资操盘之类的事情。哇，我相信这是大家最有兴趣的，可以为我们报一下名牌吗？3367742。这是大乐透吗？对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平常没有在做这些这个玩这种博弈性质的东西。但平常很多股市的一些脉动，我都有在注意啦。像是。那有哪一支股票你觉得最近最值得买？哪一家公司你觉得发展不错呢？长荣海运吧。哦，这好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哈。不是什么新鲜的知识了。但没关系，叫出来了吧？至少你是正确的。没有，长荣海运现在低点嘛，很低啊。低到不能再低了。刚好可以买。该买了，该买之后它就会起来了。你买它就起来了，你们一起买它起来更多。对对对。对，因为股市就这么一回事哈。我的就会卖给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啊，讲了一个很基本的操作原理哈。但没关系，那今天三位的专业呢？哈，虽然说不是很专业感觉，但是我们今天都用不到。不好意思，什么叫不是很专业？哦，快受不了了。你这样我会。小心哦。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好，抱歉，是我失言了，好不好？请不要攻击我好吗？我不，他会攻击你，我会把他拉住，我会把他拉住，我会把他拉住的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来这边是有探究一些主题的。是的。首先，我们看我们第一个主题要聊的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来了。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鬼屋的画面。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探访灵异事件。灵异的事件，对，在灵异事件对于台湾来说，一直是一个很有兴趣、很有兴趣的话题哦。那其实我们请了一个直播团队进到鬼屋的现场里面，为大家开一个直播，所以我们现场讨论这个直播画面，这个灵异事件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没有问题哦，这我很有兴趣。好，交给我吧，我是灵异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八字比较重的哈，要稍微祈祷一下哦。好， okay， 好吗？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直播现场，我们请看我们直播现场。对不起，我们这网络有点lag哦。哎呀，这个邪门呐！对，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秘密集会的一个暗号，就是上面是一嘛，不是 I， 是 I， 然后下面 AM 就是凌晨嘛，然后这里集合。一点凌晨一点的时候这里集合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。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？我觉得这应该是类似一些废弃的医院吧。感觉很潮湿。没错，感觉很潮湿。对，这个从这个影片里面可以感觉出来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斗牛犬不能进去。等一下，他们容易发霉。我是说真的。真的吗？斗牛犬会进到这地方吗？就他们如果感应到什么，会想进去驱邪之类的吗？这个不太确定哎，会不会待会就有什么东西出现了呢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我们出现了一个，感觉灵异现象的头颅出现了。两个头颅出现了。
有一点太突兀了吧？真的真的。主持人 ，OK OK 好、oh. 欸。好奇怪，他感觉在喝着一些什么？他这个无头尸喝了之后去哪里了呢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这一对无头尸呢，当初是被埋在沙漠里面，哦、所以他们一辈子很缺水，他们很想要喝，所以他们不断在这边喝。然后他们喝完以后，他们就会成佛。你等一下看，他们等一下就会消失了。哦，消失了，还真的消失了，成佛了。哎，出现，你被耍了。哦、我完全被玩弄于鼓掌间呢。我必须要说，那他现在流出刚刚流出头发的部分是什么意思？啊、他刚刚一瞬间只流出头发的部分。对，有些破绽。为什么会只流出头发呢？蔡老师，哦、啊，就是他这个那个灵力啊还不够的完整、啊、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头发给遮住啊。那不然他，那他刚刚整个脸不都出来了吗？还整个消失过？啊，不然这样，我把他们召唤出来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。嘿，啊，哦，出现了。啊！因为第一次滚，因为毕竟我是音乐人嘛。哦，原来你的音乐都这么难听啊！对，啊、这是我的阿嬷过世的时候放的音乐。哦，好的，那走的不是很好。其实呢，我们在现场有点跟灵沟通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派了一个特派记者去到我们这鬼屋里面，为我们进行转播。哦，是吗？对对，我们请我们特派记者进到现场好吗？特派记者有听到吗？主播好，主播好。哦，是，这里是特派员哈姆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鬼屋的现场了。请问特派员为什么会穿得像拉面师傅？对啊，特派员是因为为什么、啊？我一进来就觉得这边的气氛跟这边的环境，哎、欸，他在看哪里、啊？对，跟外面比起来有一点更冷了，所以只好先拿了一件衣服来穿一下。哎呀，不够保暖，感觉你刚打工结束过来、欸。啊，是是，也是也是。所以现场有看到任何鬼魂吗？或者什么现象吗？目前没有看到，但是只觉得身边好像有东西围绕着我的感觉。啊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你后面，你后面，我好像被攻击了。你真的有看到吗？冠勋的，请问现场直播主持人，你可以跟鬼试图跟鬼魂沟通一下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日本鬼子。他自己说了，我们就可以说了。是的，是日本鬼子，是日本鬼子。请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死的呢？是怎么样过世的？怎么样死掉呢？吃鸡肉饭的时候，突然死了。吃鸡肉饭的时候突然死掉了。啊！请问那你的朋友是怎么死的呢？他死的好像几乎没有全尸啊，好像剩下一对眼睛是吧？你的那个朋友，他身体只剩6.4%了。真的剩6.4%了，6.4%啦！貔貅，我完全没有魅力。听到的时候，果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寂寞到死的，对，剩6.4%的原因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剩眼睛。好，那你可以帮我问一下，说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佛，不要在这边游荡呢？嗯，怎么样才可以成佛，不在这边游荡呢？目前呢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呢我也最近问一下统领老师，请问现场这个统领统领在吗？我刚好会统领。你会统领吗？那请问一下，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成佛呢？蔡老师，你们想办法把你们的身体露出来一点点。什么意思？身体哦，他们可以想办法身体露出来吗？对对对对，露出来。好，我来了。接下来我会灌输一点力量到你的身体里面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，裤子也快出来了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呀，裤子也出来了。再拖下去真的可以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也希望我们的特报员记者呢，在旁边做了一个做一个舞蹈，用舞蹈超度他，用舞蹈超度他。我来念一些佛经，然后呢，你们呢，你就把他超度吧，特报员记者，来喽。好，我尽量。I heal， 好荡哦，好荡。对不起，我们因为灵的关系呢，在现场有点卡，信号被干扰了，真的有一点麻烦。这招有点没办法呢。我觉得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这个现场。差不多结束，那请我们特派员麻烦你等一下分一点阳寿给他们。不行。然后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留给你们自己解决了哈。特派员麻烦你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棚内了哈。好，这个危险直播的讯号，我觉得这中华电信可能要加强一下，对。他们的哦。其实我们是牵有线的到那个鬼屋里面去的，对，我们牵有线，那可能线中间呢？被某些老鼠啊，或是某些灵干扰到了。是，那这个摄影棚真的要灭鼠一下啦。对对对，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。我们也讲了一个很禁忌的题目啦。好，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可能就不这么灵异一点点，可能状况好一点点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下一个主题是火星。哎呀，火星啊！火星，我们宇宙，要让我们来探访。
哦，他要转的是不是？哎，对，这是因为火星我们是真的直播画面。啊，原来都是这么远传过来的。对，这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太空的关系，它真的比较远一点。玩的很厉害啊！对，我们因为地下室，所以隔了一个地板，所以比较难一点。太逊了吧？都可以拍到那么远，还穿不过地板呢。如果你要这样质疑我们团队的话，下一次可能不会邀请你了哦。你知道我们后面那团脾气很不好的，看得出来。好，那你说你这么了解科技的话，请问一下，对火星有什么了解呢？火星啊，火星为什么叫火星？是为什么？摇头 ，no， 其实你知道，想一下。这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一种问法吗？没有，我在引导大家面对自己，其实很有知识这件事情。但其实真的，我们之中对火星最有研究的是我们的冠博士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他除了对斗牛犬，对我主修斗牛犬，副修水星，还有土星，跟火星也无关啊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对火星的观测，目前我们人类能够到什么样的地步？了解到什么地步呢？首先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用肉眼是没办法直射这个火星的。直射吗？对，因为大家没有超能力，所以都没办法直射火星。哎，冠博士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冠博士，肉眼直射是叫炸。这个有综艺感的，冠博士。没有，我们叫这个叫火眼金睛啊！哇，现在又到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地方去了。火眼金睛。那请问你还想要了解火星的什么呢？啊，你问我嘛，对的。现在我们能够观测到火星，大概了解到什么地步呢？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好了。我什么都知道了。哦，屌哎、欸，火星上面都是有。不愧是音乐人啊，会讲出屌哎、欸、这种话。干妈超炫。不要这样侮辱音乐人好不好？他还没讲出个屁耶！火星是有火星人的啊，真的，真的吗？冠博士，你不要说谎哦，因为我真的派了一组直播团队到火星去了。如果你团队去得了火星，直播团队当然讯号都传得回来，直播团队就去得了啊。在现场了吗？在现场哦。那我可能收回那句话好了。你害怕对不对？没有，通常火星人是怎么样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火星人在科学家的观察里面，他是头很大，然后有点半透明，然后很多的触手，有点像章鱼，但其实又不是，他没有吸盘，他纯粹就是一个触手半透明，然后里面有一种类似电的血脉。然后它会有点放电的感觉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其实是会这个样子的。等一下你们看一定会知道。你说的就大概是火星人长这个样子吗？对，很多的目击现象也都是这样。没关系，但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直接到我们直播现场，我们来看一下火星。哦，现在火星是一个很沙漠状的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状态了嘛，对不对？它水分在地层下面，对，没有错。对，它现在表面是没有任何水的，没有错。但是我目前还没有。喂，火星人吗？火星人穿的很普通，就是迪卡侬的外套的感觉。火星有迪卡侬吗？造型也跟刚刚康老师说。身体是透明的，但穿着迪卡侬。有吧？透明的，透明的，对吧？他其实把他其他他入手。所以他是没有身体的。其实我严重怀疑，就只是一个变态跑去火星了。所以是个变态的火星人的感觉吗？我个人。他在玩那个裸体翼，但是他怎么翻我们还是看不到啊。这个好，来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说，火星上面其实有很多喜剧文化，大家不知道。火星人其实他们有讲过，已经有了。对，他们的身体是透明，所以包括私密部位也是透明的。在排那个星火娱乐，那是什么啦？哎 ，OK， 因为他们的喜剧文化还发展的非常早期，所以他们很多性笑话。对，性笑话的发展，人不见了。那请问冠博士，那个地方文化就是这么的变态吗？确实，那个笑都不够纯熟啊。对，纯熟啊，纯熟不够纯熟，对对对，所以会有这种这种裸体的这种笑话出现。像刚刚其实他是一个人在努力的。人类出现了啊，原来不是火星，是猴星，猿人，猴星人，不是谐音好不好？不是火星跟猴星，猴星人，是火星的猴子火星的猴子的感觉，火猴所以他们那边是有灵长类的真的。我严重的怀疑。他们有什么？这是火星人的尸体，他手上拿的是火星人的尸体。确实，刚才你刚晒干了以后，他想对这尸体做什么呢？他可能想要拿来遮阳。确实，因为火星很热，太阳很大。火星的猴子会拿尸体来遮阳迪卡侬来了，OK， 果然火星人也有变态啊，怎么也吃？哎呦，怎么？他在演段子给他看。对，他。所以，
基本上火星就怕太阳的猴子以及变态而已嘛。你们刚刚没有看到他的下半身其实有八只脚，你们其实不知道，你们其实不知道。第八只脚刚露出来了，但其实你们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好，所以我现在知道火星的知识，就沙漠上有个变态，然后身体透明的，以及有一只猴子很怕太阳而已。火星很奇妙的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火星，我们的确也派了特派员上火星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没错，全副武装的到火星，是这样。帮我们去采访，如果那边有火星文明的话，哎，特派员，请问你到现场了吗？特派员，我到了。太随便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严峻，刚刚到太空站买了一顶太空帽，但不好意思，太空帽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对，因为你前罩都已经打开了、哦。你现在能呼吸，我觉得你蛮厉害，你超越地球人了。我只是科幻片成本有多低啊？火星有出现在现场，你现在看到他的身体吗？你看到他的身体吗？看到一团毛跑过去，一团毛，好像是奇怪的生物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快点把他救回来。可以握吗？你握握看，你握握看，你握握看，他不会对你做什么。好像有点和善。有点和善吗？太好了，他表示友好。他请我喝酒。等一下，他请你喝酒吗？是的，跟他交流。你确定要喝那火星的东西？请问可以喝吗？你现在就像酒驾哦，你等一下就要酒驾喽，你等一下哦。你看一下有没有火星的交警在旁边，没有的话你就喝。没有。没有，你旁边的、好，来，特派员，麻烦你先询问一下，是他们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请问你是谁？我是日本人。这是日本人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以前的日本人。以前的日本人，合理。所以第一批移民到火星的其实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，但是为什么他变透明了？可以问他一下吗？为什么你变透明了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嘞。他不知道怎么办？那谁啊？谁的声音？他吹气啦。因为火星空气很少哦，所以要透明一下。所以你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？所以他身体也是透明的。原来如此、啊，很流行的搞笑。为什么都是变态啊，日本人？他们想要特派员加入他们吗？他好喜欢我跟他打篮球，打篮球吗？他打篮球。主持人，他叫我传球给他。对了对了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了，火星的笑话进化了，从只有变态的笑话，变成有这种投射篮球的笑话了。没错。那相信火星的幽默呢，可以靠日本人移民过去，慢慢的进化过来。好的。那我们的特派员，麻烦在那个地方哈，尽量跟他们再多交流一些搞笑的事情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回到我们棚内了。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这个还要说什么呢？我很累，很累，对不对？我很累。对，这个现场世界太神奇了。对，这个世界观众也是很神奇的。但是我们最后。最后稍微再讨论一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，快速讨论一个主题蛮好的，快速的吗？没问题，好，快速哦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主题什么呢？我们请看人体的细胞状态。人体的细胞状态是有很多奥秘在里面的，细胞和细胞壁。对，但其实说实在的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过，其实一个细胞里面，一个病毒体里面，一个什么里面？什么讲清楚好吗？来仔细看目前这个图，你仔细想象，你可能曾经在某个火锅店里面。看着你的锅子里面漂浮着你不想要吃的东西，来，认出来了没有？或者什么肠子在里面这样子？猪大肠，还有看到燕角吗？有燕角，对不对？还有刮胡刀。对，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，其实细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组成，然后我们放大来看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微观的世界。是的。对，那我相信接下来，这个话题就可以结束了吧？就此结束了吗？就此结束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有什么？其实呢，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真的请了一个直播团队进到我们协管里面去了。不可能吧，主持人？进去了。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我直播团队跟我说他有办法进到协管，所以我们真的来看一下协管里面直播长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是的。血小板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血小板。应该。红血小板。像冲马桶一样冲出来了，便便这要怎么解释呢？各位专家们，来，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状况。其实大家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，
你真的不知道你吃进去的东西会如何出现在你的血管里面哦。啊，对，像刚刚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某一种外来入侵的病毒啊，某一种坏细胞，坏细胞。对，那么跟着你的这些血小板红血球到到哦，我们的灵长类基因也出现了，灵长类基因出现了，健康检查了。对，灵长类的基因。对，所以其实，在血管里面，除了就是血小板、红血球、白血球之外，还有很多奇异的。对，这种东西越来越多，它就会阻塞你的血管，这非常危险。来了一个，这是什么奇异的东西？有人不小心打了尖叫鸡进去自己的身体里面了，就是这样。有一个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一台车子吧？血小板的龟壳出现了，那不是龟壳，那是硬化的血小板。硬化之后其实是会有一点危机的。长得像这是那个安全帽也出现了。安全帽出现了，请问一下怎么解释呢？这安全帽？安全帽？该不会是？冠博士，安全帽怎么解释呢？特派员被吃了。刚才那些人都被吃掉了，真的吗？我们还真的有派特派员到血管里面去哦。真的假的？特派员，你还在吗？特派员，特派员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怎么进行这里？血管里面还有吗？请问这是谁体内的血管呢？不明生物的体内。不明生物，你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吗？不是，不明生物。这水流实在是太强了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小姐，那你站稳了，小心一点好吗？好，请问，你现在现在旁边除了血小板，是你有被血小板打到吗？对啊，你好像完美的躲过了。我一直在闪，我一直在闪。原来如此。我在闪，可是我们也是倒着闪的。哦，打到了吧？喊亮喊亮！好了访问一下他们是什么东西好不好，特派员？他们是什么东西呢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谁啊？等一下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吧？日本人。哦，又是日本人。对。啊，这在讲啊，我们的文化已经日本文化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了。血管的日记。对啦，我们都已经那个了。那可以请问另外一位，另外一位呢？另外一位在哪里？另外一位。就在 你后面，在你旁边啊！要走掉了！我刚好下面碰到了。你是没有抓到桃子的桃太郎爷爷，没有鸡啊！你旁边有个鸡，旁边有个鸡，抓住抓住！好，你可以访问一下那只鸡吗？访问一下那只鸡好不好？你是谁？我是日本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屌、哦！好了，想必是我们这个生物的体内留了很多日本的基因在里面了。就像刚刚康康讲了，我们这个血液里面已经充满日本的基因了。对，我相信可能是一个搞笑艺人他身体里面的基因呢，有可能搞笑基因。那我们的特派员，我们要结束这个，你可以帮他从血管出来吗？我可以。哦，那你自己想办法哈。好，你不要再被其他奇怪的基因攻击了。好，好，你要好好闪哈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老派，好老派啊！好，我们回到我们棚内啊。主持人，这个节目其实是搞我们的。对啊，怎么解说啊？这个主持人刚刚什么声音啊？哥哥，这个是一个搞笑艺人的放弃吧？日本人。没有，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科普啊，以及探究。那也真的很感谢三位专家今天来参加这件事情。我们谈到了灵异嘛，另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，以及外太空，以及我们身体里面的奥妙。哦，这个五花八门的讲了很多。那最后呢，想希望三位专家给我们现场呢一个人生的建议好吗？人生，人生的建议怎么变成人生的事？因为不管我们是灵异的世界，或是外太空的世界，或者是我们身体的世界，最终还是我们的心灵健康是最重要的哦，所以希望你们说的话可以让大家心情健康。哦，花妙呢？你在讲什么？好，那我等一下就看你说的话会有多妙好了啊、哦。蔡老师，妙花种子啊，那请跟大家最后做个结语好吗？让大家心灵平和。嗯啊，大家这个出门在外的时候啊，要红灯的时候啊，不要往前走。大家的就会比较的平安健康啊。那在最后那个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最帅的模样啊然后辛苦了，辛苦了好不好
哦，当然蔡老师说的对了，红灯的时候不要往前，不然你们死亡率就很高。然后搞笑的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眼镜拿下来就会好笑，不然也会死得很惨哈。所以大家要保持健康好吗？搞笑要注意啊！快、快死了啊！冠博士呢？冠博士，冠博士，那也给大家一个心理平和的话好吗？哦，透过刚刚的这个影片，直播影片都看到嘛？啊，那关于人生的健康，那我们就得去日本玩，哦，有没有道理？哦，去日本旅游的话，放松身心，哦，让我们身体里面基因也可以活跃一点点。当然，去泡泡浴。我快疯掉了！这什么节目啊？好，没想到我们冠博士在最后露出自己的本性了、哦。那我们节目可能等一下赶快结束，因为他那个泡泡浴的时间已经预约好了。我们不好意思耽误我们的冠博士，不然他会越来越狂放哦。最后我们何瑞康先生，我们股市专家，可以问我们。跟大家报一下名牌，说一下心灵要如何变好呢？股票这件事情有高有低，有套牢啊什么的，大家不要在意太多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日本人他妈都是变态，记得这句话，记得这句话。何瑞康先生，但是你旁边那个是台湾人，他也变态哦。这位他等一下要去泡泡浴哦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去工作吧 ？OK。他没事没事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这个新闻小姐姐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。那我们今天现场到此结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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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有够瞎！我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样的节目是可以的吗？谢谢，我们制作单位要不要检讨一下呢？主持人，他不是收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吵架、有点聊天的感觉吗？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是。音乐走错 Q， 哎，好，我们又久违的来到我们这个有音乐的环节了哈。谢谢大家。如果有看我们 PBS 第一集的人，应该知道有一个游戏叫做 Music and Peace 嘛，对不对？不懂，就是会配合音乐呢，我们会演出剧，那会用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关系指示导呢来扮演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样挑战。不过音乐部分呢，不是有康康弹吉他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弹吉他，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们玩嘛。哦，没错啦，没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一位 DJ 来帮我们放音乐，我们欢迎我们的 DJ 蔡成儒。交给我，交给我吧，交给我吧。等一下呢，菜头会在情境当中呢帮我们放音乐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做一组，好，一组呢要表演一个两分钟的情境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太久了，一分半，一分半，好不好？一分半的情境，一分半的情境。那在中间呢，我们要配合呢 DJ 成儒他所放的音乐，还有音效，跟着我的 beat 出现什么，就要变成什么样的情境。哦，这是一个比拼吗？这是不用比拼，我跟你讲，困难到这都不用比拼了。我们只要演出来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困难了，都一样惨，是不是？对，都一样惨。没有，要努力拯救吧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那我们分组的话，怎么分组呢？身高不要啦，就眼镜。好，不然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。我觉得日本人一组，日本人一组。我有你就是不想跟日本人一组，对吧？太明显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也很怕。那今天就日本人一组了。好，日本人一组。日本人一组。对，你可以跟6.4的哈，来来来来来。那就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俩就这样子。达康啊，对吧？赵岩，我跟雨辰，你干嘛把我讲本名讲出来？我不知道。林雨辰，林雨辰，林雨辰，好，可以吗？林雨辰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三组就轮流挑战了。好，那谁先的话，我们要猜拳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想三个人就可以，一组一个人就好了。好，那等一下你猜。好，那我们这组康康，那你们呢？哎呀，我好，好，关关，哎，我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谁笑？哎，我没有输啊，我没有输，剪刀石头布 ，OK， 赢了。你们要第几组？我第二，选哪个好充电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要布，要布，要布，出别的。哎，你个性跟我一样厉害哎，我没有遇过这个哎。9:39，快一点！好，再剪刀石头布一次。剪刀石头布。不不不！太错了，一起。你要不要先变了？我可以变，我变，我变好不好？你变好不好？我变，我变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没事，剪刀，剪刀，剪刀。很幼稚哎，很幼稚哎。剪刀。我跟你讲，等下9:40的时候，我的主持人就下班了。好，了解了。OK， 先下班啊。那你们先吗？我们第一吗？第一吗？好，不知道，我好害怕。你们第一吗？一、二、三 ，OK。
好，不要走，好，这件事情决定的太久了一点点吧。OK， 好，那你们第一号，来，那请就你们预备位置。脸色也太白了吧，先生。来，然后请你们这一组抽张纸条。哎，木哥抽吧，木哥抽，抽一下你们的角色吧。好，来，嗨，我们观众给的角色是什么呢？钢铁人跟 Spider-Man。OK， 合理啊，容易吧？对，可以简单。你就 Spider-Man。因为你以前演过吗？他哪有演过？街头艺人，我是好莱坞明星啊。那我什么？你是钢铁人，钢铁人，钢铁人，钢铁人吗？对，我知道啊。Bang 那个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只记得这个怎么办？哦，他是东尼史塔克，他很有钱，他这边有一颗亮亮的东西，亮亮的东西。好，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小辣椒。OK， 好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演他。哎，现在只是戏而已。他脸变样子哦。好，准备好了。OK， 好，蜘蛛人。好，那 Ready Start 喽。等一下，咚！你们两个应该有点废话，没有废话，咚！无限子弹，我们在拯救世界，我们在拯救世界，咚！小北百货，小北百货，咚！小北百货，小北百货，我他妈怎样？小北百货。啊！哎，蜘蛛人！哎，钢铁人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说，你刚刚杀了很多平民，你也是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那就继续吧。什么鬼啊？太邪恶了吧！好多尖叫声啊！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忙。好，你们都在杀人了。我们就好像不需要帮忙了。你放屁吗？对不起，忍不住了。好幼稚。我解决一下。幼稚。幼稚就是。好幼稚。把绑住。继续拯救世界吧。拯救世界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总算拯救世界了。上棒啊！全部人跟着我一起跳舞了，发射，借给我，发射，借给我，彩头，射到人了吗？是不是？他的灵魂看向我们了，我们不小心杀了他。谁？怎么办？装作不知道。快点！太幼稚了！还有四秒钟。跳舞到最后，等一下，咚咚咚呀！16 16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很喜欢，我很喜欢啊。你们的选择都很过分哎，杀人继续杀，我最邪恶的英雄了，不知道，哎。复仇者可以吗？完全看，完全看不懂。来，请问你们想要对 DJ 蔡成儒说句什么话吗？你真是会控。谢谢。那下一组是我们的谁呢？下一组是来，好，交给我。休息，回来休息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没有关系。OK， 交给李队长。这帮会抢抽个纸条吧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。校长。跟老师，哇，来吧，校长，校长 ，OK 吧，校长跟老师，好 ，OK， 谁是校长？哎，我是校长 ，OK， 我是老师，男老师，女老师，男老师，女老师，哎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确定要男老师，他是校长，好，校长，对 ，OK， Mickey 长是校长，然后校长是男老师，男老师，来，预备 ，start，start， 校长好 ，Hey， 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， 双语学校，你拉高难度了 ，I can't。speak English， 我知道，办不到吧？哎 ，Daddy， 我是校长啊，我知道，为什么迟到了？不好意思，没事的，太快了吧？你的问题全部都是我可以解决了，校长，没有关系的，哎，你看一下我的下半身，太直接吧？你的下半身也校长。对，变成校长，我的下半身有外星人啊！怎么办？这里不再干净了、啊！校长，哎，啊，下课，下课了！刚刚是在上课吗？刚刚是在上课。
哎，今天你很好哎。对对，因为那个我们的学校是表演的学校，没错，超级厉害。对，一定要学到牛哎牛吗？学校不学，我的下面有，竟然是牛啊！下课了，下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啊！谢啦，很厉害，加油！啊，谢谢！厉害，你凭什么？你到底凭什么？这样可以讲给你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放弃你的东西呢？因为一个下课铃声，你就放弃一切了？哎、欸、DJ 厉害哦，谢谢，换你们了前辈们，我会给你们最棒的，你要说还我要说，好恐怖哦，刚好在旁边看这个实力无限呢，你平常的手气是不是都很背？好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主人和女仆。手剁掉！别别别！谁是主人？你是女仆还是主人呢、啊？好，我让观众决定好不好？好。想要刚刚当女仆的，给我个掌声好不好？哇哇哇哇！那想要我当女仆的，给个掌声好吗？都可以。下面的阿飞都会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们这群人没有层次的是不是啊？你们好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们我女仆吗？哦、女仆的，你是我刚听起来是这样、啊，听起来是这样，對對對對，我是主人，我是主人嘛。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女仆跟主人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。Start！ 哦，我看你那腮，快去洗手吧。来，我帮你脱外套。很好，很好，不用教啊，这样就对了。来，我帮你脱鞋子。鞋子没关系，我没有穿。OK 啊、哦，让我看看你，哇，你今天好漂亮。我啊，其实是把你招进我们这个家，请你当我们家的女仆，也有。主人没关系，你放屁我吸掉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还想要再放一点，不好意思。达文西。OK， 好，可以吗？还好吗？来，来，你听我说。我刚没有氧气了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是我把你招进我们家，这几年来我一直没有跟你讲个秘密。是的，就是你。Yo， 其实你是我在外面的私生女。Yo， 你是我在外面的私生女。有一天我去到林森北，林森北的妹妹跟我一起睡了一觉之后，我们就生了你，生了你。Yo， 没想到我竟然是个私生女，来到你们家当女仆，感觉很开心。无人机，无人机，到对面无人机啊！请问你为什么跳舞要一直遮住这里，遮住这里？对，因为刚刚呢，一个女仆的手势，然后我有点太兴奋，我就一直压抑我自己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手势了。因为我是你的私生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啊，是。哎，好像不是我手机、哦，是我的。这里是投资理财的何小姐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家好像有火灾要发生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有卖牛奶的来了。OK， 我们来开门，让这个卖牛奶的人进来好吗？哦、来，你好，哦，我们有要买牛奶，谢谢。好，哦 okay、好，好，既然你是我的女儿，是，既然是我女儿，我们现在就回到林森北，找你妈妈一起过一个生日 party， 好不好？但妈妈到底是谁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，好困扰。没关系，我们一个一个找，把她找出来，跟她一起讨好她。你是我妈妈吗？那你是我妈妈吗？那你是她妈妈吗？那你是她妈妈吗？这首歌要跳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要一直盖住你这里。刚刚
刚刚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是。Yo, DJ, DJ, try to be. Yo, everybody, come on, 一起来 ，Yo. 哎哎，啊，请问你是他的妈妈吗？哦，我是他的妈妈。哦，你是他的妈妈，长得真的不像。难道你又是我另外一个私生女？哦，你是他的妈妈吗？我是日本人。你是他的妈妈吗？我不是他的妈妈，但我想被他的妈妈骂。哦。无聊的谐音笑话来当 rap，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唱出来给大家听？那个躲起来的人在干什么？超明显。最后来一句，请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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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冠博士，我也不是字，我应该怎么？我的台词这么多，你就不继续问别人？哇，这样的我还被问你，请问你是他的妈妈吗？他是我的妈妈，也是我的爸爸妈。来来来来，回来回来回来。跟我什么事？没错，就是这一位，就是这位。我靠山！哎，干啥？我在今天想，我到底看了些什么？我们也在想，我们到底演了一些什么东西？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现在是有音乐的状态吗？没错，所以我才用这种。好了，那我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不要过来，过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哦 ，OK OK， 对啊，谢谢。大家在音乐结束的时候还在拍手，哎，听到某些残响，哎，知道吗 ？OK OK， 那是什么 rap 家族啊？好嘞，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了。哦，确实。好，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来到现场看完哦，第一次有七个人这样这么完整的一起的 Playboy Station。哇